哦。会先往右转 1.5。好，哦，他现在在修了，我们看一下后照镜。可以。OK， 回正，轮到我们的路边停车，我们要停进这个空格，还要摆头，往右边转一圈，再往左边转一圈，就进来了。有记录有差哦，轻踩油门。OK， 抱歉抱歉。对准之后回正，我们现在要爬坡喽。对齐好之后呢，就可以稍微踩油门，拉手刹车。为什么要拉手刹车呢？因为这里有停车再开。接下来到铁路平交道，样式观察看。OK， 没了。一二三四，答对。Go。教练，你觉得我们三个？平均19岁，他们三个就是同年，同年，对啊，同年，加一，答错，我们21岁，21，两个座椅，好，谢谢。我讲一个地方啊，刚刚你们那个第一次开门的那个宽度，一个拳头宽就好，嗯，因为里面有写10公分。哦，所以如果不到一个，不能像刚刚开那么大哦，这样很危险。好，发动，出发，这样可以动吗？方向灯，方向灯跟那个都没到，你要怎么走？示范查看，嗯，这样才叫完成哈，然后慢慢斜出去了。你要先直走，直接再换，你不要这样慢慢出来。所以你继续踩油门，这个距离就拉开了，你就是没有踩油门，那个距离才会缩短。没有继续踩油门，他就继续走了嘛，那这个就不叫长线走路嘛。哦，对啊，因为你没有踩油门慢下来了，他这一格内一条线就转完了。考试是不会那么严格，但是我要让你们做标准。7:03，现在大家都在做题目。车在同学，究竟我们能不能顺利拿到驾照呢？告诉大家，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来到驾训班，为什么呢？领驾照，我们有驾照了。我们驾训班三朵花今天正式毕业了。其实我一开始原本是想说，一个礼拜可能只会来3堂，结果竟然是每天都要来。对啊，但还好我们三个一次就过了，没有再花费。没错，可以放心回台北喽。